好的，哎呀，哎呀，哎，你脚没事吧？别笑了，别，特别爽。大哥，高飞，谢谢老板，应该当可以吧？小饼干啊，小龙汤包你不吃哦？莫飘莫飘了没？为什么要吃？小龙汤包侬不吃了不？大锅没有？一包，我一包。啥？汤包饼你不吃包啊？一包，一包汤包。哦，两包还少。这我不要汤面，烟肠，上把烟肠六个，这边还少。汤包啊，我汤包要求好吃，真正无法好吃。我今日炸四个钱，我今日拢买了袂汤包哩。有啦，拢我哩，我无啊，真正。这边沙发拢我哩，只要找了我做。沙发拢我哩，你买啥？汤包你拢买啊？汤包拢我做。来，七包。好不，这要一包回来不？阿伯你偷吃呢？我就是找水泡。来，来，装多少？我上这。那汤包存一包百五，无人要来啊。那大家你那个热狗之前有一箱汤包，你个家己注意哦。来，我给你个，你个箱哦。阿妹。好了好了，我这存东西。啊，装一下好了。好，装一下。哎，阿是讲，就购物袋给你带起来了。嗯，好啊。购物袋给你了。阿叔，你个照方嘛？好，白箱了，白箱。白箱。阿姐啦，阿姐啦，别啦，唔该。大家 OK 不 ？OK， 你要几张面？那我抓饼。哦，抓饼，来来少。来，这张饼越来越好啊！来，可以吗？三包，那这回什么？五包，四包，四包，四包。你卖了，八锅卖了，对吧？刀法，一千一，你南山那都卖了，一千一嘛，一千一加三八，一千四啊，一千四加两百二，1620，总共1620。你哪个爱去来？我做刺激的啊。好啊。歌你就查一波来听歌，感觉真好听。你哪个会来一定讲你对心歌？啊，我来讲，我给那个讲。等一下，我再。后个你哪个来，我叫你对心歌，我给讲到这就好。1620。刚讲这就好听，讲完就好听呀。你的一在手上。一，哈哈哈哈哈！你真笑，1620，你一在手里呢，这你乱。来啊，歌曲一下。啊，过来变啥？哎，咱家己也变啊嘞。啊，白虾，迄个伫迄个玻璃笼内底啦。啊，咱无法度两面一。反正你后果一定爱来啊，300块就好了。你后尾落啊无？好，谢谢，走了。好，爱去来啊，后果个哟。出刺激个，你袂话三百，这大个已经。三百，三百，人要来无？这里面是好个啦，我系迄个红卡迄种车型金，一斤就80块，是不是啊？无。小明，来个来个生意。阿杰汉，哎呀，这四只沙包两百块一点。有冇落去啊？包两包，你袂无？来去钓，也四只。对，阿杰多少钱？无啦，伊要落我加酒啊。足济物件，咸鱼有落咩来无？咸鱼啊，几块啊？要来，我来看。沙发包去，那单人包去，那说去上去。来，快点去，来沙发说去吧。那来没有啥？铁路排骨牛柳那没来不？来，你吃了还够吗？早七八了，加一。七八。哎，你哪几碗呢？你莫讲熬亏。你为啥子有七八个呀？多少七八的不？嗯。那来没有啥米？不说贝贝啥？来，开始卖啊！猛卖啊！台啊！开始就卖，这种卖 OK 了，卖好个卖。啊！这恁卖卖，这恁卖卖，这卖卖得要出。这种好吃啊，这卤味啊，
罗威博远青鱼片啦，要吃免五百四百来三包啦，要吃无？博远的青鱼，这拢袂死翘的啦，吼、哦，这真正，这是当买台要搁起来，三个人去就好啦，三个就好，唔免五百，唔免四百，三百俩，有人要吃无？罗威，三百够够，要吃来三百，我再搁送你，再搁你，再搁你，再搁请你，再搁你，再搁你，你给我买三百，再搁送你，再搁你，再搁你，全部三个，三百要吃来无？变挪威哦，三百人要来无？两百就好了，两百块就好了。两百块要来无？两百，来收，来收。来，我看这个什么？来，来，过来，你要吃啥？来，这个了，这个了，这个了。来，这我拢囡仔袂买，我袂想吃。有人要吃这个无？这白带，这当袂真正的了。三百五百拢唔免，拢来要春节来要吃两百块，有人要吃白带无？两百块，两百人要吃白带鱼无？两百人要吃无？我再搁送互恁吃，再搁互恁吃，还是恁要吃啥？甲我讲，来，再搁互恁，你冰起来就好吃啊！再搁互恁，三个人计尔哦，先计钱的先了，一百了，一百块了，一百块了，白带一百块，是不是？来。爸，准备了，来这边啊！爸，准备吃啊，收。啊，收。你要吃，要不你要吃啥？你就当讲啊。大，你要蒸菜无？好，我去。来，要吃啥？你就当讲，我去。要当吃啥？你要吃豆乳鸡无？这是也好吃啊，这是。豆乳鸡啊，这当个真正的就好啊，这。这拢无贵哦，这拢百尔，这一包百块，两包三百嘞哦。我这两包要送你，先给钱的先了，两包了。豆乳鸡。豆乳鸡个，前几两包是包了没来？豆乳鸡好吃啦，一百块了。大姐，好平啊。来，一百了。你有没有吃鸡腿无？鸡腿哪没来？大姐，是在上面吃我拢冇看，在上面挂。来，到哪边吃鸡腿？鸟料点个鸡腿，来免三百几啊，无两百，有人要食鸡腿个？有人要食鸟料鸡腿无？两百块。这一支鸡腿两支三支，你这拢无分四支来五支，我无卖三百几啊，无两百，来先加钱，搁加一支，来一支够哩，一支够哩，这支鸡腿做好食哦，两百够要食鸡腿无？两百块有人要吃吗？来，来，来你摸手去，来手。来，要买啥物？咱讲方便。贵妃包。贵妃包，三百了。我说收钱，贵妃包三百嘛。耶。贵妃包退冰就当食啊。退冰了有人讲，这种会定价啊。你一包鱼要两包五百，下到来泡菜的菜钱也三百。我三包啊，四包来五包，最后就是三包了。这三包你卖无？这退冰就当食啊，这免煮。三包拢有啊吗？大家来，啥物食咸佬，我拢会当破啊，我拢会当买卖哦。哦，啊是要食鸡腿卷，鸡腿卷敢要食？礼拜拢会食爱滴哦，礼拜。鸡腿敢要食无？鸡块要食无？要上排骨。要上排骨可以做，要上排骨。啊，要上排骨要食四包，你包包。你这个较重要哦，你食一暗时拢袂寒。这一只四百几块嘞，这大包啊。这种台湾的排骨容易做，台湾人给八百七百蚊，哦，先给钱四百了。啊，过来要吃腰酸排骨哦，四百，再给三包哦。到人要买两百块一包起起来咯。来三，四包四包，四包，我买一包，一包，来有啊，结账。我要买啥？你要上我的粉茶。可以啊。来，你要吃啥物？姐，你先给我收回去。哎，你们吃啥先收回去了？咱人来了。再买一回。